间的家人们早安，欢迎红哥。春眠不觉晓，问声早上好。昨晚什么叫什么？还有叫什么？早安，家人们。欢迎大家，我们现在的赞赞已经到2000赞了，我们家人们一起助力一下，点点赞赞，我们点到5000赞赞给大家弹琴了。我们这么多的家人们，我们点赞非常的非常的轻松，我们戳击屏幕，戳戳戳戳戳戳，双赞点起来就可完全可以给晨晨点赞了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关注，谢谢宝哥，欢迎楚哥，谢谢敏，感谢敏送来行星，谢谢欢迎木桂，感谢加团，谢谢关注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家人们早上好，感谢点赞，家人们，我们还没有点赞赞呢，我们一起把赞赞点一下，点到5000赞赞给大家弹琴，我们刚开播还没有点，还没有弹曲子呢。晨晨是一名才艺主播，我是一名古筝才艺主播，我们没有点关注的，一起把关注点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谢谢肖哥的红包，感谢加团。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弹琴了，欢迎星星直播间的家人们。我们给大家弹曲啦，弹奏今天的第一首歌曲，一首《上海滩》送给大家。
首《上海滩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我们觉得好听的家人们一起点点关注了，我们每天上午7:30下午2:00都会准点直播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。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弹一首《女儿情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早上好。一首《女儿情》送给大家。肖哥，这个古筝的声音音量可以吗？对，我来自安徽六安，是一名晚姑娘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一首《女儿情》送给大家。我好像忘了把这个打开了。我们重新来一遍，我这个声卡忘了开。欢迎星星直播间家人们，谢谢大家团，一首《女儿情》送给大家。
首《女儿情》送给大家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各位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的喜欢。我们觉得好听的，我们公屏上一波六扣起来好吗？我们扣一波666，让晨晨看到你们的喜欢，然后为大家带来更好的歌曲。我们觉得好听的，一起一波666扣起来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。一首《女儿情》送给大家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弹琴，谢谢大家。好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弹一首草原歌曲《花你》送给大家。一首《花你》送给大家，感谢关注。谢谢芈月的关注，感谢 Love， 谢谢 Love 送来的星星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欢迎人生路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我们可以点一下关注，每天上午7:30都会准点直播。
一首草原歌曲《花你》送给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接下来给大家弹奏一首《红枣树》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喜欢，一首《红枣树》送给大家。发个福袋，欢迎天使。